随意适合什么样的结局，可我不把爱游戏，为何不能接受这道理？喝一点牛奶压压惊。我问你，你一个人跑去乐哥那里干嘛？那群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要你跟这些人再有纠葛。这怎么回事？魏志，魏志，我在问你话。出国第二年，我跟登山社一起去攻顶，结果遇上大雪崩，那时候迷路了，还跟外界断联了。看着白茫茫的大雪，在等待救援的时候，就有人开始写遗书，我就发现，人到最后其实也就那几件事情，从哪来，在哪停留，有什么样的愿望，还剩下什么，所以我就也没有写太多，因为我的所有一切都是你的，不管你要还是不要。哥，我这一生的轨迹用魏谦两个字就能贯彻始终了。如果当初一昧的逃避，等到的是一封遗书，不会后悔吗？